家庭一样。那你的小孩跟我的小孩，其实我们都是一个小孩这样子去照顾他们这样。哎，我们换个角度的话，也许过后哈，过后的话，我们老的时候呢，这个小孩就要照顾我们了。我们是用这样子的方式这样。好。这个是我的同学哈。我们念小学的时候，我跟他的年纪是差不多的。我一定要特别的介绍，因为我们过去可能是因为，我们的道路甚至是我们的医疗的不足，那我们念小学的时候，大概是国小三年级的时候，突然就发高烧了。对，发高烧过后呢，就是因为我们还要回来叫他父母亲，再让他下山去看诊的时候呢，时间就来不及了。那但是他也会工作，只是表达能力的时候呢，那就是比较不好这样子。对对对，那当然，又他的那个怎么讲？稍微打的时候呢，他不会控制他的那个力道，有时候会很痛，有时候会很轻这样子。对，好，大家好。他是欢迎你们的意思了。对对对，好，我们再往前走。好的，这个算是我们唯一的一个卖香肠啦，还有卖一些我们自己杂货的一个地方了哈。当然假如说等一下解说完毕的时候呢，有空品尝一下我们的阿嬷香肠，那一只呢50块钱，没有很贵，那非常的好吃哈，有空的话可以品尝看看。有卖一些我们的天山雪莲啦、香菇啦、珊瑚椒、马告哈的这样子的一个品种这样。好，假如说等一下有空的话呢，可以来参阅一下。我们的重点呢，就放在我们的电话台这边。好的，在我们的泰雅族里面呢，每个部落都会架设这个2个瞭望台。